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元哦，抱怨一下哈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今天平常最熟悉的 OBS 录影软体双镜头都没问题，今天呢突然发现有问题，才发现我升级到27版有问题，降回去25版也有问题，摄影镜头有问题啊，哦，实在是哦受不了。好，来，那现在呢跟大家讲。我们来快速做一个取样哈，今天是五月，对不起，今天是2021年6月2号。来，这个是包装袋啊，来，那阿里有个秘密武器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。就可以把它粘起来，把它撑开。好，那这次系列拍摄系列影片呢，我会拍两种，一种是在无菌操作台里面，一种是不在无菌操作台，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哈。所以我希望拍这么多的影片，到时候让适合的学生，哎呀，业者朋友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情况。好。那一样的，我们依照好，那今天呢，依照新的7月1号，2021年7月1号，台湾上路的食品微生物卫生法规里面呢，我们取了第一个是冰淇淋，那冰淇淋是这一个，等一下我会取样。第二个是手摇杯饮料，好，刚好是目前呢唯一。不是唯一啊，比较适合作为。好，那阿姨先用酒精烧。好，刚才错误示范哈，因为酒精烧的时候要让它向下，因为它往下滴。好，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，然后几次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滴到我的剪刀来，就烧到，不会受伤，只是觉得很不爽哦。好嘞，那把这边的地方。割开一个洞，好，OK，啊，这是手摇杯饮料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取，根据日本的做法呢，是50毫克的饮料加上450克的稀释液，哦，那个，OK，好，那我们就减半了，我们用25克。好，OK，刚好有一点点误差哈，那这就是25克。好，再来呢，倒入我们的稀释液。那稀释液的话，可以用磷酸稀释液，或者用 Peptone，或者是用那个细菌的生理食盐水。好，来，我们需要加入225。分开。好，
要减少它污染，所以尽量把它撑开。好，我用那个麦克杯啊。希望倒准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刚好是225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阿远有一个秘招，好，这个我私底下也练很多遍了。好，拉到底，在这边设定2分钟。那刚好呢，之前跟我们系争取了一点经费，这个过滤袋呢 3M 过滤袋这边刚好有过滤膜，所以可以直接使用。好，那我就用这个方式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会取5毫升放在这边。接下来呢 ，OK， 这个就功成身退，退到旁边去。